座，请免费体验一下我们的飞场。哟西，日本人呐，我操你妈的！哟西，操你妈是什么意思？友好的意思啊！哦，操你妈！老公，你爱不爱我？哎呀，宝贝。那你要有10块钱的话，你给我花几块？老公给你花8块。那真好。那你要有500万呢？那10块钱我给你花。 哎呦我呀！这玩意儿，这我都给你，都给你了，都给你。妈，我们学校要交书本费100块钱，老师让交的。行，那好了，再见。啥？老师让我交100块钱书本费。我刚给老师打个电话，不用交啊。我这不看你太无聊了，跟你开个玩笑吗？啊，我也跟你开玩笑。哎，媳妇儿，你干啥呢？ 行，我一会儿我接你去。操你妈，往哪躲呢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大哥。呸！哎，我操你妈！你老咋的？你妈！好，媳妇儿，咱能不能不天天照镜子？这么自恋吗？老公，我这不是自恋。那啥呀？我这是对我自己父母作品的肯定。 就来呀！我表弟可以随叫随快的尿急。咋了呢，豹哥？闹心呀！怎么了？我在网上赔1000块钱。咋办了？报警了。警察咋说的？警察说不够2000块钱不够立案。后来呢？我又给人家汇1000块钱。 不去了，咋的了？吓死我了！老妹儿相亲的？对呀、啊。有没啥要求啊？我的要求就是打打小麻将，逛个街，不洗衣服，不做饭。 家务活我通通都不干，你他妈就说你扛不扛揍就完事儿了。你妈的，你就说要不要还手就完事儿了。爸，你辛苦了，爸。等我长大，我给你买好吃的啊，爸。爸，看着累的，白头发都出来了，抬头纹都砍了，爸呀。这他妈磨叽，我给你买去。哎，好嘞，爸，我要草莓味的啊，草莓的别忘了。你觉得我重要吗？那你觉得我重要吗？你特别重要，你比我自己还重要。哥，你喝酒了，还是我来开吧。喝酒怕啥，老妹儿？咱们有证。啥证啊？酒驾证。这证挺难考吧？老难考了，我跟你说，老妹儿啊，我找多人托多少关系啊？科目1喝啤酒，科目2喝白酒，科目3喝红酒，科目4最难。 咋了？边开边喝。媳妇儿，哎，这是阿姨吧？嗯。买东西干什么？垃圾呀，挺贵的。孩子坐着吧。不乐。让你坐就坐，得你妈逼，这都费劲呢。媳妇儿，我走了。走你妈逼，走你走，腿给你打折了，走。来来，服务员，来你过来，来过来。你好，美女，怎么了？不是你家这是牛肉面吗？对呀、啊，是牛肉面呢。嗯。 那怎么就1块牛肉这么少呢？你想要几块？那最起码还得4、5块吧。够了吗？以后会来点事儿，客人杯子里面没水了，给倒上。好，我们分手吧。哇！你是不是傻逼？这。 哥，啊、你咋跟我嫂子在一起的？哈，你嫂子是个金店售货员。嗯、有一次我上他们店嘛，嗯、我说这玩意儿多少钱1吨呢？后来就在一起了。你这孩子，你说呢？儿子，你干啥天天打孩子？妈，这儿子呀，天天他妈老不听话了，老往那杯里尿尿。嗯，总往杯里尿。哎呀妈呀！ 约不约美女啊？约呗！啥派头？这破车还约炮呢？老妹儿跟哥走，坐那车全国就一台限量版。是吗，哥？牛逼我！好使。美女，请上车。我去你妈的吧！操！傻逼！媳妇儿啊，原谅我吧，我再也不搞破鞋了。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。行，喂我吃了它。啊，那我吃吧。吃。 老公啊，你出差1个月怎么把烟还给戒了啊？我这不寻思吗？想你的时候我抽根烟，然后我想你的时候我抽根烟，想你的时候我抽根烟，然后我直接给戒了。来碗拉面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拉的咋样啊？我都拉20来年了，我都。那不赶紧吃拉去啊？大哥您放心，我肯定给你拉好好的，热乎冒气儿的，等着我给你拉去啊。 谁呀？我收水费的呀！谁呀？大爷，我收水费的呀！谁呀？小伙子，你谁呀？你在我家屋躺着？他是收水费的啊！你好，先生，这里不让抽烟。知道吗？这也不让。这是啥？这是啥？你他妈都该抽完了。 妹咋不找对象了呀？没遇着你这样的呢。你跟你嫂子比差多了。我咋的了？你嫂子自己会怀孕，你会吗？那我不会。行，好吧，给我点吃的，大姐给我点吃的，你让我干啥都行，给我点。让你干啥都行。对，给我点吃的，让我干啥都行。啊！你给我看着，别吃。 我这两天瞅那么憔悴呢，哎，失眠，喝2瓶酒就好了。昨天喝5瓶，睡着了吧？吐了。不是你去网吧包宿玩啥呀？玩联盟。昨天我看个傻逼包宿玩他们一宿扫雷，你认为他傻逼吗？那你就错了。有一个比他还傻逼的，看他玩一宿扫雷，你咋知道呢？ 我盯着他俩一晚上。哦，老公，你外边是不是有人了？怎么可能呢？你别瞎猜啊！哎呀，咱俩都过10多年了，你搁外边有人也正常。你跟我说实话，我不生气。